像你这客死自己父亲和外婆的丧门香，要不是我儿子亲善，倒铁都没人要。我要像安这么好的孩子，我顾家愿出1亿8000万的彩礼娶她，这是1亿8000万的支票。安，有夫之女，不入无夫之家，收好。安。 像这种刻薄抠门又没有教养的人家配不上我。姑奶奶，别害怕。你外婆走的时候啊，我答应她了，会好好照顾你。有姑奶奶在，没人敢欺负你啊。妈妈，什么事情这么着急？这就是我孙子，明天你俩就去把证给领了。